7月1号上午9点40分左右，一名歹徒持刀闯入上海闸北区政法大楼，连续捅伤了9名警察和1名保安。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人在医院不治身亡。事发时，这名男子进入闸北分局时带着一把刀和一把锤子行凶，10多名警察立即上前制服他，10人被该男子刺倒，该男子当场被警方擒获。你好，能向你了解点情况吗？啥情况？俺不晓得。啊？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杨家当时是从这儿上的楼吗？不知道。哎，你好，请问一下，这是那个上海公安分局吗？嗯。闸北公安分局。嗯。我想问一下，当时那个杨家是从这个口进去的吗？这我不知道。上楼的吗？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还能弄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因为今天这不是这两天公审了吗？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事，收拾这里不知道，不是第一不是从这里走的啊，第二这里的人什么都不清楚。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他是从这个地方进的。这个现在什么时候会？应该说是。你不要问了，我们是这样，我们知道的，我们新来的。最好去你跟他打电话联系一下的，好吧？您还是新来的啊？您是一直在这儿的呀？我怎么一直在这儿了？我新来的呀。您是一直在这地方啊？好吧，帮我忙了。哦，好吧。是什么？请你到199号去联系，好吧？199号找谁呢？你找谁？你跟他们有关部门通知联系啊。联系啊。好吧。我给你出示证件不行。我们不当天不动嘴啊。哦。好吧。您上班有多少年了？那个你不要管，好吧，师傅，好吧。那天你在吗？就是杨家袭警案那天你在吗？无可奉告，你不要扯。好，我想问一下，那时候杨家住在是哪个房间？他那时候不是住在你们家？能去看一看吗？不可以。为什么不能去看一下呢？不可以，这是老板和保安交代的，他说不可以。不能上去的。不能上去的。为什么？不能上去。不是，我就看一眼嘛，好吧。这有什么不能看的？这不就是房子吗？上海警方今天透露了持刀歹徒杨某的身份情况和作案细节。经初步侦查，28岁的杨某是北京市人。事发当天上午，杨某携带匕首、榔头、喷雾剂、防尘面具等，在闸北区一综合行政办公大楼门口先点燃并抛出了8个自制燃烧瓶。大门保安看到后迅速上前制止，但遭杨威胁并刺伤。杨随即窜入办公大楼。在底楼大厅和闸北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用匕首刺伤4名正在办公突击防备民警。之后，杨又先后窜至10楼、11楼和21楼，在几个不同的房间内趁民警不备刺伤5名民警。闸北警方的特警接到后实施围堵，最终在21楼将杨某抓获。你好。哇，这住多少个人呀、啊？这住多少个人？好，没事。检察机关在接到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后，依照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审查，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告知被害人或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等诉讼权益。
的事？我们呢是通过记载知道他父亲的这个住所的，然后呢，和记载一块呢到他父亲那个住的地方，然后呢，很快呢就办了这个委托手续，双方签订了委托协议。我们15号上午9:01左右到达了这个上海了。到了上海以后呢，我们直奔上海警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呢说了3点意见。第一点，你这个律师证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不清楚，因此呢，我们要通过上海市司法局向北京市司法局查验一下你的律师证是不是真实的。第二点呢，杨家父亲的委托书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啊。这个上面写的杨无声，是不是就是案卷材料中的杨家父亲的杨无声？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北京市公安局查一下这个委托书是不是真实的。第三点呢，就是杨家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请律师，因此呢，杨家请不请律师，请哪个律师，我们要去看守所见一下杨家，征求一下杨家本人的意见。就检察官提出了这3点意见，我们认为呢，这3点呢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下午，我们就自己呢想直接去看守所会见这个杨家，因为按照我律师法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话，律师只要持有这些合法的手续、齐全的手续，就可以直接会见杨家。警官呢看到我们的这个会见的手续，说这个你们手续呢，应该说是齐备的，啊，按照法律规定呢也是可以会见的。但是呢，你们现在来的有点晚了，因为马上4点刻呢，就是这些被羁押的人员啊，这些人犯呢，要吃晚饭了啊，因此呢，今天这个无法安排会见，你们明天这个再过来吧。16号下午3点，我们直接去了检察院，检察官呢把我们带到这个办公室，和我们谈了这个案子的意见。杨家呢做了一份笔录，笔录上面讲，只同意他母亲给他聘请律师，不同意其他人给他聘请律师，包括他父亲。杨家做的这个笔录在什么背景做出来的？是不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做出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呢，我们要求呢，亲自见一下杨家，与他本人来确认，要不要我们担任他的律师，担任他的辩护人。因此，我们上午9:40，是吧？又到了这个看守所了，又一次提交我们的手续。看守所人员说呢，就是这个那不能接，对，因为这个需要检察院的这个同意的这么一个意见。另外呢，我们提出来呢和杨家通信，给他寄了一个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们来北京了，是他父亲委托律师，你究竟同意不同意我们这个担任你的辩护人？请你呢给我们一个回复，就是写了这么一个公开信，要求呢看守所呢给我们转告一下。看守所呢工作人员呢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一下，说这个还是不能给你转告这个信。警察院的人告诉看守所的人，说这个杨家自己已经聘请律师了，因此呢就是不能再让咱们北京的律师再会见了。昨天下午得到的这个确切的消息呢，他还是聘请了闸北区公安局的法律顾问这个谢有明以及谢静两位律师。人家外面说你是怎么法律顾问啊，或者又是说你怎么，实际上那些东西都是他们呢对这个案子对我的情况不了解。实际上因为有的事情怎么说呢，我首先是个人，
不要说我律师，而且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就是说谢永明律师，当然很多网民质疑他是禁止的法律顾问，这个兴奋冲动的问题啊，这个方面呢，熊县虽然他不是闸北公安分局的法律顾问，只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但是我不知道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是不是要负责闸北区下面的行政机关、执法机关的所有的法律事务也是他们负责。如果是的话，他确实是发生利益冲突。你好，我想找一下那个谢永明律师。他不在。他去哪儿了呀？出去了他。出去了。啊。那能不能就是我们跟您聊一下？我不是律师，我不知道。不是律师，那有律师在吗？没律师在。没律师在，那我们怎么能够联系到那个谢律师？嗯，不清楚。你想对他有个那个电话采访也可以。不清楚，他现在出去了，不在。嗯，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能等他吗？他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的，我们等会就马上就下班了。谢律师平时有什么娱乐活动或者有什么爱好吗？这个倒不太清楚，对不起，我要去接电话了。好，那您接，您接。好。啊。他没什么信仰是吧？没什么信仰，他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啊。对对对。好，谢谢啊。好，不要紧，再见。再见，我生气在哪儿呢？我生气在谢有明，因为我亲自到上海来，到他律师事务所，他在那个小区里，202、203，202是他的住房，203是他的办公室，我亲自到那儿去了，而且还报了警了，而且督察也来了，警察也来了，没必要闹得这个满城风雨的，有什么？就是杨家的父亲到上海来了，又怎么样？问问律师怎么样？谢有明又怎么样？但去了民江律师事务所呢，民江律师事务所已经关了门，他那个告示还在，也就7月8号，他有个张贴了一个告示，就必须。由于你什么不接受媒体采访啊，不就见任何案件的当事人，本所有事说有其他的原因，后面他们把他的门敲开了，敲开了以后一进去，刚开始他们很警戒，他们干嘛？他们说我有个案子咨询，那么两个律师进去以后，后面就提到杨家那个时候他们就不高兴，说不念啊，之间还发生了一点争执，后面对方报了警。早晨10点进入到谢伟民律师的事务所的这个。时候一直到了晚上，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换了三波警察，然后总共有11名警察来处理这个此案。做律师做到最后不敢见家属了，他妈这个律师有什么做的，一点不好玩了。就是不是，人家现在咱们很多名的，像律师啊，他是很尊重的，因为律师是主持公道的。说白了吧，律师是和政府打官司的人。说白了，律师不见家属，他就拒绝真相。谢永明律师这样做，实际上是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权利在这个里头的。要不然一个律师是无法调动，一个普通的律师是无法调动巡警，然后坐班的警察，然后再到刑警。我认为这个他在跟闸北公安分局的这个关系上面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的，如果他强行不同意，我们要作为律师的话，可能这个见了这个案件非常难，只能提一些质疑意见。经查，犯罪嫌疑人杨家，男，28岁，汉族，北京市人，中专文化程度，无正当职业。2007年10月5号晚，杨家骑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途经闸北区一路口时，被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因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提供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影响交通，遂被带至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查清情况予以放行。上海市公安局在7月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得更明确，也就是说杨家会为了一个盘查行为，在9个多月聚合起杀死这么多警察，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么简单？控方呢，都出示了。这几个人的证言证明他们是没有打过他的，那么对于你来说，你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呢，还是相信杨家的？我相信杨家。为什么相信杨家？因为这个孩子从来不说谎。杨家那孩子反正就说推着就修车子，不爱说话嘛，不对言语少，挺实惠那个孩子。不用说，看的样啊，就看出来了。其实你说打了，对方说没打，但是打与没打
每个人都心里明白。我再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个警察打人呢，那也司空见惯，也不是罕见的，不是罕见的。对，起码我在杨家面前表示，我相信你的话。事后，杨多次向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并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等要求。闸北分局督察支队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进行疏导劝阻工作，但杨均不予置理，最终采取极端手段报复民警。他是在从盆查到案发已经几个多月了。反正按一般的理解，就是说那种盘查，哪怕是当时就一般的殴打你，也会有这个矛盾会慢慢的淡化下去，啊，就不会的以是恶化下去，啊，这样就说明问题，说明没有处理好。报纸上登啊，那个上海的什么这个公安闸北区公安局到北京和他什么协调什么的，协调什么东西？1500。啊？哦，赔偿1500。赔偿1500。嗯，谁说？南方周末，是吧？7月17号的报纸上面都有了。他又不打残疾，他不打你，为什么打幺六？对，赔你。对。杨家非常恨偷车的人。嗯嗯。因为他有好几辆车都被偷走了。第二呢？嗯。在山西曾经。嗯。被警方打过。嗯。跟警方有一些抵触的情绪。他那天是测试出来的，又不是偷来的。嗯。所以他理直气壮的，嗯，给对方，我又不是偷来，你凭什么查我？在7月2号闸北恶性袭警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有人就编撰了谣言称，犯罪嫌疑人杨佳在被留置盘查期间曾遭殴打，致使其无法生育，故而报复杀人。谣言一出现，便在网上大范围传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上海警方得悉后，立即展开侦查，并于7月6号在苏州将造谣者贾某抓获。对个人进行诽谤，对个人诽谤罪；对单位，构了即使有诽谤行为，也不构成诽谤犯罪。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结束了。结束了。不要跟任何人去谈这个事情。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错误。对。但他们给你承认了这个错误吗？没有。不会承认错误的，怎么可能承认错误？那你们也就算了，就是。哎，这个事情也只能够算了，你这么搞法呢？搞嘛也没有意思，嗯，有什么搞头？是杨家姨妈，叫王静荣，这件事儿呢是从7月2号的北京晚报看报纸知道的，知道以后呢，我当时呢就给他们家打电话，然后呢就没有人接，没有人接呢，我就后来呢就是我从那个第二天，我从报纸上看到就是说他到那个大屯派出所去协助调查。然后呢又过了两天呢，我就又看到就说那个被上海警方接到上海协助调查，我就心想，我说的那可能呢就是接受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呗，可能就几天的时间。后来一直到7月13号嘛，还没有信儿呢，我说那不行，我得找找去了。后来7月13号我就到大屯派出所去了。七月几号？7月7、8号左右吧，我就给他姨打电话，我说呢找一找他妈，
是吧？因为咱们都不了解去年自行车的情况，嗯，是吧？我说呢，你看看能不能找找他母亲王金梅，咱们了解了解，看看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通天案子呢？是吧？我说我得，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杨家的母亲，是什么时候来的到派出所，是怎么回事，是怎么着，怎么着下落怎么回事？他说是这样，他说的在我们这待了两天就自己走了。后来又我说怎么能自己走呢？他说对呀、啊，他说我们就是就待了两天就自己走了。我说那我们见不着人了，找不着人了。他说那你再找找吧。我说我哪都找了没有。杨家的母亲只能说在杨家死警案中，对杨家以前和警察之间的一些纠纷矛盾是一个知情人，对吗？那么作为知情人，你警察找他去协助调查，这个也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只要协助调查完以后，他有完全的临行自由，任何人不能限制他。过了三天，7月17号，我拿着就杨家母亲的相片，我到大同派出所我就报失去了，报警。后来他因为他有值班室吧，得经过他的值班室。后来呢，那个值班室的有一个姓彭的一位警官，他说你什么事儿？我说的我找这个宋警官，因为他一直接待的嘛，我就得找他。他说他调走了。刚三天，他说他调啊，我说我前天还找你就调走了，他说对，调走了。他说你什么事儿吧？后来我就把这前后说了，我说我要报警。我就看报纸上登一条消息，就是说那个谢有明来到北京找到杨家的母亲来签收委托书。说谢有明律师在北京找到杨家的母亲，那个办理了休学委托，那个消息是上海市律师协会向媒体发布的，这个消息是真实的消息，不是假的消息。我说这个，我说现在呢有，你不是说没有线索吗？我现在有线索了，我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就是谢有明知道他母亲下落，见着他了，我说给你提供这个。他说报纸东西你也相信啊？哎，我说这新华社发的消息啊，新华社怎么着呀、啊？新华社也一样啊。他说的没用那个东西，我们都不信，他告诉我们都不信，他说报纸东西我们都不信。如果是假的消息吧，那么你谢有明律师现在作为杨家的辩护人的话，根本没有权利，那个是个假的休闲委托了，对吗？咱们我们只能推定那是个假的休闲委托，那么这样的话一审判决是无效的。那等于是7月21号我又去大同派出所了，我就找这个姓彭的警官，结果呢这前边这值班的呢有一个民警就说，跟那小旁边的小保安说去把那个彭文茂给找来，他叫彭文茂。那个小保安呢就进去找去了，待一会儿小保安就出来了，说他没在。后来呢，这个值班的那个民警呢，就拿起这电话来了，就给这个彭文茂打电话，说的那个前面有人找你呢，你过来一趟吧。后来那个彭文茂说，不知道电话里跟他怎么说的，这民警就把这手机递给我，他说你跟他说吧，就把电话递给我了。后来我说又我说那个彭警官你在外边呢？他说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没有，咱们能不能面谈一下？我说我这么远来了，他说我忙着呢。后来我说你忙着呢，我来了以后咱们是不是也能说啊说说的？他说那你说吧。后来我说的那个我在报纸上看着这个谢有明就找这个找了这个杨家母亲签托的委托书啊，找着了，找着就把那个撤了吧，你说他妈打傻够着啊，就找着撤了吧。我说什么叫找着撤了？我说他说他见着了，我说我给你提供一个线索，他说那我没法给你找去，我没法给你找。后来我说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又查了一下公安局，那个北京市公安局人口走失网可没有，你们可没有上报这种东西，没有走失，没有这个名字。他说的那这不归我的事儿，他说那我这是上级的事儿，我不知道了就。完了那他就全都给推了，推了他说那我忙着呢忙着呢，他说那个你就等去等消息吧，他有消息我告诉你爸，他就把电话挂了。因为谢有明律师是在就是王静梅，也就是杨家母亲失踪案中的一个知情人，他完全有义务协助警方调查。也就是说，只要北京的警方会给你打电话，或者发公函，或者亲自到上海去，谢有明律师都有义务提供这个消息，他母亲下落。你北京警方为什么不去做？我起诉那个朝阳分局不作为，我写了一个状子，我到那个朝阳法院。他呢，就是他不受理，他给推出来了，把这状子推出来以后呢，结果呢，后来那个咱们那个律师不也跟着去了吗？就是李和平，就那个律师也跟着去了。结果呢，后来就跟他那个什么了，就跟他吵起来了，说你这不作为能有？他跟我要证据。我说那律师说你不作为你有什么证据啊？不作为你要什么证据啊？他说，后来呢，这哎呦，他们特别横，不许在这嚷嚷，不许嚷嚷啊！后来就好几个人就把这律师给架出去了，这整个给架出去了。你说这叫什么法院呢？
很多人外界在质疑的一个问题就是怀疑他母亲是在人身不自由的情况下签订的律师委托书。哦，那个是那这个委托书通过他充分考虑以后，我可以跟你说白了，就杨家他希望也希望我做他律师，嗯，但是他非要给他母亲征求一下意见，嗯，给他母亲讲一下，嗯，让他母亲最后来定，嗯，而且主要的目的我想他肯定要把这个信息带给他母亲，嗯，完了他母亲。经过再三考虑以后，嗯，当时我谈完跟他谈完以后，他说，嗯，这里是这样，嗯，你让我冷静的再考虑半个小时，嗯，我再来决定这个事，嗯，我说行，嗯，你考虑一下，嗯，那么他也问了我所的一些具体情况，嗯，那么我也跟他如实的讲了讲，我们这个所是小所，嗯，律师本来也不是很多，嗯，但是办了一些案子，也不是很有名的，嗯，我要跟他很实在跟他说了。嗯，那么他说让他考虑一下吧。嗯，考虑的大概20分钟左右，后来他说他如果再经过再三的考虑，嗯，因为你们是我和谢静律师了，你们两位律师，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人非常朴实，嗯，非常实在的人，嗯，原来我也想考虑当中想请北京律师，嗯，但是考虑下来就是说北京和上海都有好人都有坏人。嗯，那么你们两个给我第一印象就是非常朴实的。嗯，那么我再三考虑下来，决定还是请你们两位担任我儿子的辩护。最终的就是这么个情况，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或者是这今后只为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母亲肯定情况还是可以的，肯定今后大家都能说得清楚的事情。你们媒体呢，可能也是因为一个呢，可能。他这个你们媒体这个问那个问也打扰他，是不是也肯定也不一定那个。嗯。那么就是说呢，他也想那个有些情况呢，他也不想对外这个情况。嗯。这个情况。嗯。我问他要我也问他征求他意见，要不要你告诉杨家？嗯。说杨家跟其他人你都不要告诉。那么在9月5号，他们就通过上海市司法局。委托了司法部司法科学技术鉴定研究中心研究所给杨家做精神病鉴定。今天问他，我说那天跟你做司法鉴定，做过个精神病鉴定吗？然后我问他做了多长时间，他说谈了两三个小时吧。谈了两三个小时。谈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我说你知道他们是来要给你鉴定的吗？他说我不太清楚，他说三个年纪比较大了。我问了你们是市局的，他们都不置可否。啊，跟我谈谈。然后呢，就是说，我说那么他问了你些什么问题呢？他说跟我聊聊家常，然后问我，说你对共产党，到底有什么想法，怎么看？我对共产党，根据我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经历，我觉得他这个管理水平太差。根据司法鉴定，杨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7月7号上午，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检察机关，正式将其逮捕。这个案件在审判程序是严重违法，也是恶行。辩护律师抓住这个问题，是难使这个案件发挥重刑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杨家的精神病鉴定。这份鉴定，我认为这是无效的鉴定。为什么说它无效？是它没有司法鉴定的主体资格。刑事诉讼法有规定，对被告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你这样程序上走，第一很容易被否定，第二，好，我再找一家做出来，还是没有，那你有资质的，你接受不接受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不得设立司法鉴定机构，而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是隶属于国家司法部的，它是国家司法部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人家现在二审拿出了证据，证明自己是有资质的。嗯，你说人家是司法部，人家那个司法部的那个已经解散了，现在人家那个根本没有这个部。我在网上想办法查到了这个标准。嗯，那么我根据这个标准的描述，我觉得他有精神病。如果他真的没有精神病，把他鉴定是精神病，他也是不满意的，我们也是不满意的。对，那这也是对那七个警察的不公正。对对对对，既然是公正，对谁都是一样，是不是？对对对，不一定说精神病人就是都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因为刑法上讲的没刑事责任是这样，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他是能辨认，对不对？可能也有一定的控制力，
但问题是他是基于一种什么心态，就是说我们说犯罪总要有动机，偏执是肯定能够断定的了，但是偏执这种东西不能说是神经病，但是他就是说精神病的就是一种，但是你不能说他是精神病。对，但是这个偏执这个是要判死刑的。那杨家就是说，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完美，完美啊，追求特别完美。特别完美主义者。有一点，有一点到了偏执的地步，也是跟他发生了一个原因。因为他对那任何事情就特别认真，特别要追求他，特别是他的人格完美，他要追求特别完美。那么有的时候不要太完美，可能这事情就好一点，是不是啊？那么你追求刻意的太完美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能太自然，太完美的话可能就不完美了。我宣布，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So, the Games of Beijing, celebrating the 29th Olympiad of the modern era, are officially open.2008年8月26日13点，C101法庭公开审理杨家故意杀人案，审判长王志刚。哎，我以为都可以进来，我今天还带身份证来了。现在是5点多了吧？5点钟。快六点了，4个多小时哎。6点半了。嗯？哎，5、6个小时哎。5、6个小时，你说明这么长，肯定那个杨家要说什么啊，对吧？辩护律师要提出什么？是吧？这个公诉人要怎么说？再互相辩论嘛。哇，这么大楼，他妈就为了一个宣判起这么大高的楼，这里面肯定有人睡觉吧？不可能这么高的楼全是费用房啊，对不对？你知道多少房间吗？里面？哇，天哪！你说他这个盖高楼钱不是全是我们的吗？他妈的，是不是？这里交一下，那里交一下。瞎说好了，现在说说没问题啊。过去他妈抓起来想坐牢，啊，过去就要抓就坐。你过去你小啊，你岁数小，你不知道。过去还是这样子啊。你文化大革命，你这样抓说，很早就把你抓起来了。能把我坐牢，能把我判刑，不可能的。现在是不是？现在我要保国家保护的。戴顶帽子可以吗？什么？我现在要国家保护的。罩子。不是，我现在是受国家保护的一动作。保护动物，大熊猫。不是大熊猫，这是人一生下来，从生下来那一秒钟开始就开始跟你计时，你这个人已经被国家保护了，没有人侵犯你。对呀，没有人侵犯你，对不对？警察就怎么样？就江泽民也怎么样？这是国家条例，他不敢违改。江泽民也侵犯你的话，你怎么办？公民都是。那我也没办法呀。没办法。对啊。这就完蛋了。啊，对呀，我也没办法了，我到哪里去告他？他妈，他是最大，是不是呢？办案负责肯定会这样说，为什么他杀警察，对不对？人家肯定会这样说，为什么他杀？就是两个焦点，第一，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对吧？什么理由？大家关心这个，是你所说的。第二，你作为人民警察，你公安局啊，你被杀了一个又一个，你这个自己保护意识没有？上次你不知道，在中南北路那边。
执法队的，把人家，比如说人家在地上摆地摊了，对吧？他牵着人家把东西拿进去，人家已经拿了，然后黑毛过来了，直接把人东西抢了，抢了之后，人家又跟他闹，闹得他妈他就打人家，人家一打他，你知道多少人吗？起码有100多个人在那叫，打死他，打死他，打执法队的，打死他。有的男的他根本就素不相识，啪的上去打，跑个执法队打了就跑了。杨家那个袭警案的时间 是1点到7点半吧。然后说的是公审是吗？但公审就是有没有这个老百姓拿到票呢？进去的票呢？听证的票？有很少。很少是多少？这我不清楚，因为他们都不从我们这边，杨家案肯定不在我这边的，全是从大门进去。但是拿票是从这个地方拿吧？都不在这边。听证票也不是从那拿。是从哪个部门拿票呢？他都从南门岗。南门岗，正大门。我知道，但正大门那边没有不发票的呀，应该是这边来发票。对，现在那杨家案子他是全部是预定的，全部是里面统一的。是里面统一的，就等于说这个票也是内部发的，是吧？哦。全部是公安局啊之类的。哦。也就在今年7月17号吧，是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起诉以后，我一致的关注他那个网站。因为他那个官方网上有一个黑厅信息排期，就是说每一天会公布后3天有哪些案件要黑厅。那我一直关注，那么到8月20号这天，我是8月21号这天，我就发现了黑厅排期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案件的公布了。当时我以为他那个网站是不是出了一点那个问题故障，就是这个栏目的故障啊。没有，那么我后面我每天都照样登录，也一直没有。那么直到杨家的案子8月26号开庭的前一天，8月25号有人告诉我，杨家的案子是8月26号开庭，也就第二天。那时候他的网站还是没有消息。那么8月26号开完庭以后，到8月27号，他那个网站开庭排期的信息又重新排期了。从这一点也能够看出来。他之所以不管在网上公布那个案件的黑名排期，他肯定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个消息，让更多的人去旁听或者让媒体采访。就是说你现在只能查到9月2号了，但是肯定是从现在到9月2号不会有审理，啊？有，这我就是说现在不能肯定，他的临时改的，你现在上次就是临时改的，网上本来没有的，他一下子临时改。那他来听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临时的就有改动呢？这我不清楚，这是上面的规定，不是我那个，我只能自己来知道。不向社会公开，只向受害一方，也就公安机关这样公开的话，我想不是咱们立法本意上的这公开性的。杨家杀了6人，肯定他要顶命。我们国家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吧？没有什么可以惊恐的，是吧？杀人者判死该判死，怎么判就怎么判，让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怎么为什么要暗箱操作呢？杀人该偿命，随便说什么角度是讲不过去的。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人怎么判？人民嘛，对，是吧？人民养活了我们，对，我们应该是保护人民，对，是吧？要爱护人民，是吧？不要把人民都当成敌人，是吧？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他现在把人什么证啊？把老百姓都当敌人了，笑话了。杨家事件，对杨家的不公，就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公。对啊，对全体公民的不公。他是什么践踏法律的？
现在还是个杨家的母亲到哪里去了？对，对不对？嗯、这是说什么千难的一个谜啊，千古之谜啊，现在成了一个。那么，既然他母亲失踪了，但是那个辩护律师怎么样子跟他母亲又是签订那个签订过一个协议？他知道他母亲失踪的事情吗？他母亲失踪的事情我没，因为他母亲告诉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叫我不能跟他说嘛。嗯嗯。所以他母亲关照我的事情，我肯定不能违背他母亲的意愿。嗯，他有问他关于母亲的事儿，你就说他母亲很好，也是在。没多说，没多说。也没多说。但是他这个、他这个人是很精明的。嗯嗯。他母亲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嗯嗯。但是他是很精的人。嗯。你别看他，那杨家他是很精的。我看了有些人的说法，你是怎么怎么的，好像啊是怎么怎么的，什么什么东西。他母亲不愿意签那个不愿意签那个委托书，都是。他们不知道，但是您又不站出来说，那没办法呀。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家故意杀人证据确凿充分，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而且没有法律规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上午十一点，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走了走了，气也气死了。我们感到很失望。失望。中国人太可悲了。嗯。真的，太可悲了。不想多说的。那你会开始会怎么想这个宣判会是什么样的？你预想这个比我预料的还情况还要惨啊、哦！我想总要问他几句话，对，一句话都不问，直接就判死刑了，嗯、说的就像这个老太婆的包脚布一样的，嗯，什么血几楼的血是谁的，刀口有多少长，这个话有什么想讲？应该问他。你杀人动机是什么？母亲现在在哪里？应该告诉大家。杨家一句话都没有，哑巴。绝对不可能的。他剥夺了人当事人的权利，没有讲话。他讲的尽管要问他的，你当事人。这种承认有没有这个事实？他没有啊，没有一问一答，这个没有法律程序的。到派出所以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这一段很过程都不讲。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哎，动机是什么？他的原因是吧？那他的辩护律师有没有说话？没有的。当事人不讲话，你看好了。法律本身就讲公平公正、实事求是，是吧？对对。要叫他验证。现在的法我们真搞不懂，有法他不是遵照法来办的。很失望，很失望。我们无法想象，就原来法律是这么儿戏的东西。嗯。老百姓心里的怒火啊！嗯。我出去了，我哪能吃饭啊？我是一个中国人，为啥道理？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不对啊？阿拉希望国家好，走向民主，走向司法独立，对不对啊？太绝。啊，不能在这待着。不采访你就走，你要么就拿证件采访，好吧？啊。走了。这个没这么紧张嘛，大家讨论吧。我是奉劝你，好。他一审的时候好像不怎么愿意说话，基本上没有说话。哎，对他那个，嗯，他临时改变主意，我他说当时就是说，嗯，有些证人呢没出庭，嗯嗯，那么要说的话呢反而被动，嗯，说了以后如果证人没到庭，他说我说的话，嗯，也不好，嗯，所以他说我就，嗯，想不说话了，嗯，那么，前。今天我跟他全部交流过嘛，应该怎么说怎么说，嗯，大家都沟通过，结果他到晚上，嗯，他还通知看守所要求给我律师带信嘛，嗯，因为晚上也他们看守所也没办法通知我，嗯，后来
这个信息也没带到，第二天开庭的话，嗯，就是他也没多说话，就是质证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意见，嗯，还有一个报了姓名以后，嗯，其他都没多说了。他怎么说的他的意见呀？质证的时候好像公诉人，嗯，好像那个当天就是举证，二审他大概也会举这个证据，就是当时的电子邮件，他发给公安局的电子邮件，嗯，那么公诉人呢读的都是对他不利的话，有利的话不读了，那么他就马上说这个公诉人，嗯，他读到没读全，嗯，这边我已经注意到这点，我本来马上就要说了，他说了嘛，后来我再补充上去。我还想看一下您的辩护词呢，但网上没有公布吧？那个现在不必看了。也不必看哈。啊，等到反正事情已经结束了嘛。那这个小孩子应该说，怎么说呢？他有他的阳光的一面。他家门口不是有草坪吗？你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去过一次啊，对，有草坪啊，怎么呢？母亲喜欢跟着人家有街坊穿过那个草坪，走抄近路嘛。嗯嗯。结果杨家就为这个事情给他母亲就来火了。因为这个草坪，这个草也是有生命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他母亲拾到一个手机啊，嗯，完了后来杨家不是后来第二天就把这个手机还人家了嘛，嗯，这也是他母亲告诉我，我也跟杨家也给他证实过，嗯，也确实有那么回事，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嗯，坐公交车啊，嗯，不是他有的时候去爬山了什么东西，嗯，那个登山嘛，嗯，完了人家叫他坐车，有的时候人家带他都不坐，他这个人很有骨气的，他宁可坐公交车。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嗯，我就那个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嗯，他有一句名言，嗯，就是要坚持。最后我离开的时候，最后一次见他离开的时候，我说我把这句话杨家我还给你了，嗯，什么话？他马上手举起来，嗯，觉得是要坚持，是不是？我说对，我希望你坚持。你的报叫什么报？长江商报。我在你们登了整版的广告行吗？登什么样的广告？就是寻找他母亲的广告。嗯，那我得跟他们说一下。你来，你们商业行为，行为对不对？我付钱的，我也不会让你们免费给我登广告。哎，那我跟他们广告部再说一下。登个广告你不成吗？南方周不是南方不是说我不是说我成，我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登不了。人物周刊也登不了。我说为什么登不了？杨家他妈嘛，杨家妈怎么登不了？我寻人的还管他是谁妈谁爹，都是人丢了嘛。周生部倒不是说不可以发，但倒是跟我们那还是以新华社通稿是吧？不是，也不是以新华社通稿，他是有一个要求，说一是呢，不要同情。不要同情杨家，因为他确实是一个杀人的。这个不需要道德教育，每个人都有罪，对吧？轮不着你中宣部来做伦理道德教育。然后另一块儿呢，因为中宣部，你看看你建国几十年，就算你是党的这个喉舌，你这个喉舌烂了多少次，你算算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事儿在水那么小的时候，他们都不解决，就几个警察打了人了，把话说了，打了人，他杀人也是有罪的，对吧？那么这个事儿你不那你把一个小事搞成这么大事，就是把车给放好不就好了？但是那些你那个是吧？是，就是你为什么不演戏演戏？相互尊重一点。你不要说这个啊！你不要说这个，什么叫相互尊重？什么叫相互尊重？你说什么叫相互尊重？接受采访的话，必须要经过领导的批准，是吧？如果能够接受你的采访的话，您现在就是上面没什么事儿了吧？我啊，没什么事儿了。没有错嘛。对，因为那个。嗯。
的这个没法说。就是那对你影响也挺大的吧？后来。平交了145啊，这个现场啊，要抗日宣传要靠你啊。像怎么样？我也这个岁数了，就是领导把你派在哪个岗位，到我这个岁数了，或者不是说也有这么一点工龄啊，只要领导把我派在这个岗位，我总会认认真真的做。对啊，对，对，就。通过处听听领导不要紧吗？最好不要紧，这语气，这语气不好听处，最好不要紧。因为啥？不要因为啥，好吧？啊。人家他父亲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他想问就是说，这个谢永明的这个委托书和他就是杨家母亲签的这份委托书啊，嗯，就是说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在哪签售的这个？啊，这个事情就得应该问我吗？因为现在是人家他父亲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他是怀疑态度，就是说这份我也是怀疑态度，我也是怀疑态度。那么你跟他说我跟他的态度是一样的，那么但是所以我就没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复印这个就是建明和他母亲人家母亲签过这份委托书的？是，他们的东西是签过我的吗？您有这个，能不能复印一下？你这不是说让我来为难了吗？嗯，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过。嗯，那二审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让他母亲出庭呢？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嗯，就是我都找不到他母亲，嗯，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反感这样的问题？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为什么反感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问我啊，好像我就是政府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一样。我这个问题我特别反感。嗯。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不要问我。就像你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这个问题不是问我的问题。嗯。是一个道理啊。但这个问题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说谢明跟这个杨家他母亲签的这份委托书，那么也就是说谢明知道他母亲的下落。这你说你这你我就说你这类的问题你问我有什么用？是，我知道。我的问号比你还大。我刚才你问来了，你问他我是不是跟他说的？我说这是个问题，怎么就母亲签了就是？这样的案子你这样的案子你让他请，哪怕请美国的律师来辩护又怎么样呢？天塌下来。对不对？对他个人最有。但是你现在这样的问我，就好像我知道内情，就很对吧？这个我就不舒服，我就要跟你要撇清这一点。对。刘晓岩律师这次我就是昨天那个跟他不是见了一面嘛，见了一面以后，他就说我说今天要见你一下，然后他说能不能就是说，就让我再就是向您问一下，就是说能不能够给他复印这个一审的卷宗啊？不能。他有判决书，网上有。你要知道，大家都是律师，你希望他也了解一下，也要注意保护一下我。别老是把别人请到炕头上去算什么意思，对吧？那我实话实说，这个话说直白吧。嗯。对不对？我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对吧？我们手里面有两句名言，我们只做刑事案子，别的案子不做。嗯。两句名言：一，我不怕死，但也别去找死。二，我想当战士，就别一下子就搞成烈士。烈士。对吧？要不然他全成了烈士了，全他妈早死去了，那剩下的活谁干？那么这几次的那个会见的那个笔录，能不能给他父亲复印一份呢？都不可能，我已经跟你说，我不可能让你复印的东西啊！我也直接的跟你说。啊。杨家这个事儿发生之前有多长时间没有见过他？有将近4年了吧，3年多了。对，也没有任何联系。没有联系。大家都有这种看法，就是说您和杨家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没有啊。什么之间都没有。嗯、这个问题我曾经跟那熊律师也说过。嗯。我说你首先问他用不用他父亲给他批律师，或者是，他也这件事儿。嗯。
不要问他为什么。第二，您可以直接问杨绛，你跟你父亲之间有什么问题吗？这话您可以直接问，没关系。我就跟熊律师这么说，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什么？他也知道我有病，而且也知道我岁数大了，他不，我这么想啊，往好处想，他不想让我参与这件事情来。这件事情是不是小事？是大事，他自己很清楚，因为他28了，有思维能力了，是吧？他不想让他父亲这么大岁数来参与进来，肯定要伤神伤脑伤身。